你那个楼房弄完了吗？归置完了吗？装修完了，放那儿呢。啊，那得多少呢？搬进去呀？仅仅够呛，明年再说吧。那个房贷还有多少啊？30万。差不多。还有这么些个，这么些个不算事儿。这个我给你一个宝贝。啥宝贝啊？走，你跟我上西屋，我这家伙搁多少年了，在我那个老柜里头。走，跟着小峰瞅去，瞅我奶奶给我啥好宝贝，能顶30万。这宝贝那个是好宝贝，穿男不穿女。你看这大柜子吗？这个柜都100多年了，你瞅瞅，我给你拿啊。老古董啊，这柜呀。这话，凭我还大呢。这不都是医生吗？哎呀，这都好东西在底下呢啊！我这都是麻花钢配框配钢管，都是硬货。在哪儿呢？你慢慢等着，别着急呀，着急养活丫头。这老大娘一说，瞅啊，呀，大宝物，你瞅瞅，多少年了这个？这是啥玩意儿？还挺沉呐。这个还是你老太爷给我的呢，到你这辈儿啊都是第五辈了。这家伙，拆开瞅了。瞅是啥？哎呀，别给我兜了烂了。里三层外三层啊。对。菜刀。这不叫菜刀，这叫砍刀。还是你老太爷那么天用的呢。那老太爷干啥的？杀猪的。到想当年那么天那个快刀手有名着呢。这我告诉你，要杀个老婆啥的，当一刀不用二刀，一可都吃肉。那这刀都值30万。对，你不有30万积蓄吗？你就照着30万，你有50万积蓄，你就照着50万，要多少都有人给你。我算听明白了，这刀啊，这价我说了算，卖了卖不去呀，那都是另说了，是吧？对，那都给你了，都是你说算了。来，您快把这宝刀包起来吧，我也不要了啊。现在这刀好卖，这个废铁涨价了。那儿我问他们那个河破烂来着。1.5块一斤了。那你这单儿我走了啊。别走啊，那你那积蓄咋还呢？不吹牛逼还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峰，今天和我奶奶又来红薯地了。昨天晚上我祖孙俩呀在这地儿里守了半宿，然后啊终于用我这鬼哭狼嚎声啊把小偷吓得连滚带爬呀。今天早上我奶奶不放心，来这红薯地视察一下子，看这红薯丢没丢。那白薯丢了吗？没丢，还真管事，让你给吓的。瞅那头去。啊。可以，都没丢。没有跑的痕迹吧？没有，我瞅那脚印去啊，瞅是男的是女的，你瞅瞅，这儿都有，这儿有一个啊，得刀脚印，瞅瞅。在棒子地里钻的，那晚上康康的，我追他半天，把我脸划不够呛，我也没逮着他。我听着哗啦哗啦的呢，我瞅去吧。你瞅瞅这大脚印子，瞅瞅这大脚印子，哎呀，由这儿撩过去的。那你下一钉子呢？下钉子没踩。你瞅瞅这一下子，这死小偷真叫能耐，他钻棒地了，瞅去啊。哎呀，这掉一根血，你瞅着，还有土呢，你瞅着，这臭啊，你瞅着我，这是个老爷们血，来，这是老爷们。这小偷，我告诉你，冲牌的是一个大蓝冲，你说这个血都不刷，净仗着头道饭，你说这玩意儿，你快瞅着，臭着呢，熏得熏死鼻子，这个不务正业的玩意儿，你说这么臭，这不是小伙子。这是啥呀？老爷子，差不多都是老爷子。老爷子也都是50-60岁的，70-80岁跑不动。那家真把下边扇，我那鞋子跑丢了。到你那，到时候挂那个树上，让
瞅他找不，要找咱们都逮住他。这回呀，我打这鞋呀挂这树上，我瞅着呀，今儿晚上他找这鞋了不？挂上啊！这鞋呀，跟那哗啦的放屁有一比，反正够味儿了。打你熏个氧巴饺子，我告诉你，这回你要是让我逮住，让你赔我，我混饿死你，打你皮给你拔下来，盖我那白薯秧子上。骑驴看唱本，走着瞧。